一课，聆听故事。早。一大早，可爱的太阳公公慢慢地露出半个脸蛋，用它温柔的亮光轻轻地叫醒了花园里的小花。小花摇摇手，对太阳公公说早安。小树叶也醒来了，它让露珠在它的身上玩溜滑梯。这时候，小麻雀也来了，吱吱喳喳地在屋顶上互道早安。早上起来，睁开眼睛，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我跟着家人们在阳台上做早操，享受新鲜的空气，快乐的一天就开始了。说一说。一，小朋友，是谁用它温柔的亮光轻轻地叫醒了大家呢？二，说一说早起的时候要如何和家人打招呼呢？一，早。早，爸爸早，妈妈早，美丽的大地早。练习一，拼音练习。 b m d a a ao ao ba b a ba爸，爸，啊，爸，包，爸，凹，包，宝，爸，凹，宝，妈，妈，啊，妈，骂，妈，啊，骂。猫 m ao 猫，毛 m ao 毛，搭 d a 搭，大 d a 大，
刀倒的袄倒逼啵一逼币啵一币咪么一咪蜜么一蜜滴的一滴地的一地看一看，念一念。爸爸妈妈弟弟猫咪